当你督脉容易上去就好入睡了啊。接着正就是整天在看人家流传说要好好的拍胆经，拍胆经。其实拍胆经需要哪些呢？胆经第一个好复杂啊，从他从失足空离开以后，就在这边形成一堆，我常说乱七八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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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代真的，各位如果不是研究经络的人来讲，你就记得我讲的乱七八糟乱七八糟乱七八糟就好了。用指尖甚至是指甲哈，连续点不要怕痛，把它点开了以后，好，这是拍胆经的第一招。来下来第二招，它其实要先经过肩颈，但是各位可能自己按不太到肩颈穴。再下来就是要经过胸腔的四大穴哈，这胸腔的四大穴名称我们不要管它了哈。你要记得你要自己做是可以做的，怎么做呢？自己用五个手指往下，然后拇指去找到痛点，找到痛点以后努力的往外掀出来。看得出这种动作吗？常常对我这个动作体会不到哈。压住往前掀甚至你看我一掀，我连膝盖都会跟着会松掉。为什么？这是胆经的第二个部分，在属于胸腔的部分。再来胆经的第三个部分，就长在这个髋骨最上头的带脉穴上。这个带脉穴它本身是不太可能单独动的，它必须由踝关节膝关节联动而来，所以要拨这个带脉穴最好的办法就是扣住，然后轻微的小跑步。你只要小跑步跑出来，你会很自然的就拨动了带脉穴。好，这边是一二，这是三哦。那第四就是一般网络上整天在乱流传的拍胆经往下拍。那这是拍胆经的第四段，就是大小腿。再下来最麻烦的就是来你已经千辛万苦的拍胆经要让它疏通了疏通的最后面，它真正的终点在足小指无名指外侧的足翘音。但是刚开始攀登的大概你还没有资格真正去点到足翘音，大约就是在三四指或者四五指这一带，自己要去做这样子的，用拇指去把它推出来就对了。这就是大致的所谓拍胆经。来再复习一下，拍胆经第一点太阳穴附近，第二拨胸肩的纠结，第三扣带脉的纠结，第四拍大小腿，第五做胆经的末梢再推无名指的左右两边，甚至你要是真的能够点得到无名指的末梢这个叫做足翘音，那表示你胆经快通了。OK， 就到这里。好，谢谢谢谢。